好，我是 Mr. Brian， 所以今天要带你们来我们公司来 tour 一下会一会，所以跟你介绍一下，我们公司是 Big to School， 所以让你看看我们工作环境怎么样。你准备好了没有 ？OK， 会，哎呀，你们看，这里是我们的老师工作的地方。你看，我们老师工作的地方，我们在这里。进行我们的教书部分，然后处理我们公司部分，来看一下。怎样？是不是很漂亮？想不想看这个地方？现在我带你去另外地方哦。来，一二三，喂！哎，现在这里是哪里？这里就是我们的老师教书的地方。老师在这里进行教学了，很安静的，自己的 cubicle。这些地方去教书，看到没有？现在我带你去另外一个地方喽，去看不一样的地方，不一样的环境，我们工作每个不同的空间。OK， 走 ，Go！ 啊，现在呢？这里是哪里？这里是我们会做 live 的地方，你看到没有？我们在这里会讲解，然后做我们的直播，还有录制课程等等的。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制作 live 的地方。现在呢，我们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喽 ，OK？ 好，一二三 ，OK！ 现在这里哦，是我们的 pantry， 我们 pantry 吃饭的地方，跟我们休息的地方，先可以带你看一看哦。我们这边大面积很大，你可以来参观参观我们的地方了，快点来，走走走。怎么样？是不是很漂亮嘞？现在再带你下一个地方哦。OK， 走了，一二走 ，Go！ 哎，所以这边 ，Hello， 所以我们现在来到我们的 Super Leader 会工作的地方，我们休息和工作地方都在这里哦。还有我们的我们的 Soya 老板，还有我们的 Moji 在那边。OK， 所以哦，看到我们的地方对不对？这个就是我们公司，我们公司就是很 fun、很 relax、很休闲的地方。除了工作，你也是可以在这里调适自己的心情，然后有更良好的工作环境。那同时也有我们的Soya Hello， 好啦，这样我们就等你们加入我们啦，欢迎来到我们 Big to School， 拜拜。